不行啊，这样会不会太猥琐了？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，我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啊。嘿嘿，哎，真是道德的沦丧，人性的扭曲啊。哎，在干什么？还挺用功的嘛。他认真起来还是挺帅的，就是跟我比还差那么多。不过宅男的日常还真是无趣。嗯，怎么了？干嘛这就睡觉了？啊，好险好险，差点被发现。赶紧找机会开溜。新闻月色还真美，星星快跳出来了。我靠，不是吧，难道我要在这睡一晚上？再试一次。这么臭问东捉鳖，不对，不能这么形容自己。隐身技能时效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应该没问题吧。折腾半天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得到，除了Oh!